由阮兆祥、李思哲和黄祖蓝主持的福禄寿训练学院将会接棒中年好声音二节目，是香港首个扮野真人 show。 除了三子，制作组还特登找来两位同样是港姐出身的郭佩文和陈以德德德担任主持。制作组率先曝光了三子和 Juliana 的宣传相，出名身材好的 Juliana 以日本动漫《鬼灭之刃》里面暖住的造型现身，配上心口开窿的圆柱设计服装，非常之抢镜。据讲除了暖柱，他还会以其他话题性的造型上阵，说保证令到观众充满惊喜的话，首个宣传已经咁爆，不知道另一位主持德德又会以什么造型亮相呢？